中华电信 IDC 台北爱国机房，位处台北市黄金地段。爱国机房建筑面积678坪，为地上11层、地下1层之建筑结构，符合 ISO 27001资讯安全管理及 ISO 14001、50001环境及能源管理等国际认证，可提供超过1000个机柜。机房采用多层安全防护，全天候警卫监控定时巡逻，并与保全公司连线。全楼层装设监视影像系统，24小时监视录影，重要影像保存半年以上，确保机房安全。机房各区域内采用门禁 IC 卡管制，管控人员进出，提供标准机柜或客制化独立区。标准机柜可供应 AB 双回路电力，除整柜租用外，亦提供 7U、14U、21U 等小单位机柜空间，客户可依需求弹性租用。机柜区采自动门锁，并搭配门禁 IC 卡管理。机房采用下吹式空调，并采冷热通道设计，维持机房温湿度。电源线与网路线分流建置，避免交叉干扰问题。运用最先进的 VESTA 及早期火灾预警系统，并配备气体消防，于天花板上、机房空间及高架地板下均设置侦测器及药剂喷洒口，多层防范火灾风险。园区设置高容量及高载重专用货梯，可方便设备进出。电力供应为双馈线设计，发电机为 N+1 架构，并备有储油供紧急用电，搭配 UPS 不断电系统，维持机房稳定供电。空调以 N+1 以上架构建置，并纳入环保考量。爱国 IDC 为中华电信海缆骨干节点，并可接取国际公云服务，具有4通8达的网络环境，整合中华电信20年以上 IDC 专业服务经验，可协助企业接轨全世界，拓展事业新版图。永远走在最前面，中华电信。